茫茫股海，诡谲难清，如何精准掌握趋势，寻求获利良机，让专家指引我们成功的方向，让幸运微笑降临。欢迎收听股市幸运星，本节目由 News 酒吧与华冠投顾共同直播，华冠投顾104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欢迎听众朋友来到股市幸运星，现场邀请到的是华冠投顾超级幸运星、超级财神仙女、超级趋势女神、超级标股女神、超级通天眼、天眼通女神林信荣林副总林老师好哦，陈真好，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股市幸运星华冠投顾副总林信荣林老师。一直以来，幸运星女神的通天眼、天眼通，顶杠五秒下一杠五出秒，大家都知道幸运星女神看趋势看得准，然后呢，都可以预告在前，预告未来。你看，从今年年初那个哈千点大杀盘，老师也是提前哦，就把会员朋友哈一看到风吹草动，嗅到不对劲，手脚绑起来，然后呢，让他们快速的这个大盘是什么？大盘快速的下跌拉回，然后呢，大家毫发无伤。然后呢，这一直以来，今年一整年。来都是如此，然后呢，该赚的时候，幸运星女神二话不说，然后强迫我们会员朋友，你要就是给我重压，你就是给我赚大的 MLCC 这样子赚，矽晶圆这样子赚，然后一波一波这样子赚上来。老师，你都是领先在前，提醒了我们会员朋友，带着我们的会员好朋友都做对的事情，并且把事做到对，而让大家哈、哦、真的是都能够。碰到有问题的盘势，我们第一时间避开风险，然后碰到好赚的行情，我们第一时间毛起来勇猛的赚，然后十月份又是如此、嗯、十月的第一天盘势一切都灯光美七分佳呀、啊、我还记得那时候老师也都还给大家一份资料对吧，十月的第一天八仙过海很美啊，到第二天一看到又有了一点不太对劲的 feel， 又嗅到了那一丝丝不太对劲的那个气味，然后又把会员朋友手脚绑起来，我们先把股票换钞票，手脚绑起来又避开了，你看了1400多点，哎呀，能看每一波，真的是每一波一整年下来，大家都可以做最好的印证了、嗯。老师真的为什么叫通天眼天眼通，就是因为看得精准，看得远，看得又透彻。然后呢，在上个星期，幸运星女神又告诉大家了哈，这个盘势现在就是在主底。起啊，急涨勿追啊，急跌勿砍啊！它在筑底筑底的时候，重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请你千万不要黑白放空。嗯，来个家嘿，我顶礼拜来讲，切记唔通放空啊！对呀、啊，你有没有发现，真的是太神了？所以有没有叫做通天眼、天眼通女神呐、啊？真的要给女神掌声鼓励一下啦！好、啊，拍拍手，谢谢女神了。不过这个拍手不是为我而拍。是为大家而开，大家都好棒，嗯、都有真的，真的都有都有。那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嗯、上礼拜开始我就跟你说，哦、主底期，阿力提那个控盘者有进来、而且控盘者是用尽洪荒之力在护这个盘、嗯。那上礼拜老师也跟大家说，切记不要再放空了。嗯嗯、大家记得嘛？七、月份，好、你知道吗？四月我们赚 MLCC， 对啊，五大巨星，五大巨星嘛，国巨嘛，华新科嘛，华新科和生堂，和生堂嘛，6173新昌店嘛，全国会。53.5块重压的嘛，然后呢，3090日电贸嘛，还送你齐力星，18号送齐力星，19号带着会员又买那什么姑掌骨、灰姑娘3537的宝达，买进去28有没有给你飙到40几？哇！对呀、啊，然后接着我跟你说，5月8号再来矽晶圆要动，因为那时候就是涨价题材。我也说过 ，Aniki 在哪，我们就赚到哪，是对不对？我们吃鱼吃鱼肚，没错。3016加金38块，我们给他垫高低重压、啊，那个时候不重压。难道你现在七月我叫你不要买的时候你才来重压吗、难道你八月重压九月重压吗？你看到今天还破底啊，现在就叫重伤啊、对不对？好，那基本上这个对的时间对就是把它压压宝来。对，你对的时候你做对的事嘛，好、并且把事做到对。五月份赚的就叫矽晶圆、嗯。那么5月24号我给大家这个叫做满汉全席、就是要赚 MOSFET 8261富贵百仙顶复顶，有没有32急飙到60，对不对？接着6月6号我又跟你说，再来呢我们就要66大顺，只送给大家一支叫做8016的细创，有全国会员是不是97块让你垫高低两位数，垫下去之后有没有从97飙啊？我记得那时候好玩，隔一天就101，我们排在手101大楼，很快，再隔一天又108，再隔一天就这样一直飙飙飙飙飙飙到132，好像头
而也不回，对，果然很回，对，一路狂飙，对，接着大家就开始啊，市场啊，那个报纸啊，就跟你讲，哦 ，MLCC 涨价题材，你们要去买哦，矽晶圆涨价题材哦，全市场只有老师跟你讲，七月千万不要碰已经涨过的股票，他头都做出来了，国巨、华新科、哦，这和生堂、信彰电、五巨星，不管哪一颗星，只要是被动元件都不要碰，矽晶圆也不要碰，对，那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真的下来，是下来之后呢，那一些人叫你沿路接接接，一直跟你说七月八。月九月都跟你说底部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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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让你沿路接沿路买，报纸也跟你讲底部爆了，底部到了。那陈泰明董事长也跟你说库藏股啊，你们尽量买买买买买，买到这个时间点，这些人现在又去放空了。然后我告诉你，上礼拜我就跟你说，不要放空。对呀、啊，老师讲的这么明白了。我也跟你说，这个时候呢，过去低阶的人，沿路叫你低阶的人，现在都看空了。市场就是这样。市场就是这样哈、那你看哈、这个基本上，基本上这一些 MLCC、矽晶圆、MOSFET、PCB 不要再杀了。穷寇。莫追，我也跟你说，他们呢，基本上再跌也有限了哈。所以呢，我也跟你说，我今天要特别跟大家讲，你不要砍在没有尊严的地方。那么今天老师看到什么呢？阿里巴巴来了。阿里巴巴来了，芝麻芝麻准备开门了。哎呦，金银岛里那个芝麻要准备开门了，那个金山银山要准备让大家来好好的去享用了。对，所以你不要吼相信那些过去七月八月九月叫你摊平摊平再摊平，现在叫你放空的人。我跟你讲，准不准你自己如果有听老师的节目，我告诉你，十月二号你会跟我们会员一样满手获利，满心期待。对，你现在是在弯腰捡黄金，你现在是在等阿里巴巴来喊一下芝麻开门，芝麻开门。然后你知道那门一开会怎样？哇，金光闪闪，哇，那个光好耀眼啊，好璀璨，好美哦！没错，你讲对了啊，就是这个光，就是这个光，真的吗？哎呦，真的被我猜到了！你今天有没有发现？有征兆出现。有，我今天有看到有一些光在亮红灯了。你今天有没有看3362的先进光？叮当，亮灯涨停。你今天有没有看3441的联谊光？叮当，亮灯涨停板。6209的金国光。哎呦大涨亮光光、今天你有没有看到345的油田亮光光、这些哪一个不是光学族群？真的耶，而这些都有一定的形态、题材、所以我跟你说中石户慢慢有进去啦，所以今天幸运星女神变成阿里巴巴女神了原来如此来我带大家来金银岛，带大家来喊芝麻开门啦。对，还有我告诉你、这光一出来了之后大家就开始很开心的游戏了、所以今天游戏股也有几档、我觉得形态不错的，有打底的，你一定要找行李后，因为我在看股票、只要他生意不好我通常不太理他。鸡蛋水饺股我不买的、好，那你有没有看到游戏股那一刻我们过去的老朋友、6180的橘子干嘛够低啊，从绿的变成红的了、你有发现6180的橘子怎么啦、哇大涨6%，红橘汁的是、还有3546的宇镜、叮咚亮灯涨停啊，宇镜为什么亮灯涨停板呢？什么业绩好是啊、有打底、橘子也有打底啊、橘子呈现的是倒状反转、而我们讲的3546的宇峻呢、基本上它是有打底，而且今天开始拉出第一根长红、你有没有发现当你想砍在最底部、当你受不了，当你想放空的时候、我告诉你，贪婪的人就来啦、对呀、那你是不是不该恐惧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不该恐惧嘛、但是呢该贪婪的时候啦、该贪婪的时候你是不是该贪婪、要勇敢的大胆的来贪婪、对对对、所以可不可以跟人家做点豆瓣汤啊、时间来到家、阿里巴巴来了、那我们要来到金银岛，太好了，我们要来弯腰捡黄金了，有、对呀、黄金钻石，老师刚刚也点出来了嘛，对吧？对、啊，有那个钻石的光芒啊，黄金的光芒啊，金马的光芒，哎呦，闪闪耀眼呐、啊！然后我们一起来玩游戏，对吧？游戏也发光了，是啊，其实真的哈、大
有没有发现钱是赚不完的？嗯，真的钱赚不完，你都不用急。对，该买的时候自然会让你买。嗯、我们呢，恭喜我们全国每一个层级的会员，你今天有没有现买现赚？开心赚、哦！对呀、啊，你都不需要用追的。我也说过，你要不要追高？不用。你要不要杀低？不要。不用。你只要第一时间买在起涨点、嗯，买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买在Aniki 在的地方、嗯，那到时候呢？哎、嗯欸，你在卖在大家都知道的地方，欸、大家都在抢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会一起来 O N O N 再 O N 啊、嗯，对，没有错、嗯。所以眼前来到这儿，投资朋友、不要再杀低了，不要。你看十月二号我叫你说要赶快获利塞金库哦、记得吗？后来盘是崩了1400多点。七、月份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要碰 MLCC 矽晶圆哦，因为我们已经赚完了、哦嗯。那我们是跟着 Aniki 走的，我也跟你说。我那时候讲得很清楚，我跟你说，被动元件、矽晶圆，阿尼克糟到没半个呀。嗯，结果大家拢看还叉叉爆、叉叉爆、叉叉爆，啊，佮转迄叉叉台、叉叉台、叉叉台、那些人就叫你沿路买、沿路买、沿路买，现在又跟你说，哎呦，这个齁没有用了啦，要来放空。啊，你如果这样，我跟你讲，开银行都不够倒。所以我们在股市里都不能急。但是你要怎么样？该贪婪的时候，你要比别人还贪婪，毛起来贪。该恐惧的时候，你真的该恐惧。你不要贪心过头，然后该谨慎小心的时候，你自己反而忘了。十月二号，本来盘很好，我也跟你说过，对不对？刚开盘的时候还 OK。对，十月一号、十月二号都不错。十月二号开盘也气势如虹，为什么让会员股票换钞票？是手脚给我绑起来。因为我看到 Aniki 在跑，我也在节目里都讲，我们存好心，有没有说好话？哇，我们有做好事。哇，那好事当然就会发生呐、全国会员办好手续的每一个层级的会员，你今天有没有滴滴的买？今天有没有现买现赚？开心赚什么？赚那个光棍，赚这个光。至于光为什么我看好它，至于游戏为什么看好它，等于下半场我跟大家报告、眼前最重要的时机是什么、你知道吗、不要再恐惧，不要再犹豫、过去做错了通通给呼呼掉，人生我告诉你是美好的，你懂吗？懂，一定要快快乐乐过人生，你知道、最近的股灾基本上呢人生本来就是有起有伏嘛，当然啊，股灾过去了就不要去想它，但绝对不会、我跟你讲，灾难完了就叫否极就会太来，对，你懂吗？上帝帮你关了一个门，一定帮你开一扇窗，老师也开一扇窗给大家。是，今天呢再度开放，因为我们在弯腰捡黄金，我也说过动作会越来越快。好，那么黄金呢，在大家不要的时候，在大家呢恐惧的时候，我们要开始来贪婪喽。太好了，你快快的捡，一袋一袋不，嚯，一定要大家呢，好，口袋加深加深再加深喽。好，那么我们弯腰捡黄金，大口赚。赚 double 企划案，今天为大家限时开放，感谢幸运星女神老布，应该是阿里巴巴女神了哈。今天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芝麻开门，芝麻一开门，你会看到了我的老天儿啊！这真的是阿里巴巴女神，这叫财神仙女啊！带着大家来赚金山、赚银山了。投资好朋友，你看到那金山金光闪闪的、耀眼的光芒了吗？你看到的那个银山金碧辉煌、金银财宝在那里了吗？想跟着幸运星女神，我们一起来赚金山、赚银山，想要赚到所有的黄金钻石股，没问题，只要一通电话，准备好了吗？嘿，别走开，还有好听的广告。02-6630-3237 先来恭喜我们全国所有的会员好朋友们，时机对了，钱真的很好赚。今天幸运星女神是不是又带着大家一出手又现买开心现大赚？要赚什么呢？啊，要大声的记得喊哦，芝麻开门！阿里巴巴女神带着大家喊芝麻开门，打开之后你看到的就是那金山，就是那银山啊，那个金山银山闪耀出来闪闪耀眼的光芒就是那个光，不只有那个光，还带着大家来玩游戏，有没有？好好赚，真的是开心赚不停哈！亲爱的好朋友，现在就是弯腰捡黄金、弯腰捡钻石的好时机，现在就是要 double 赚、赚 double 的好时机。所以幸运星女神在对的时间，就是要带着你做对的事情，我们把事做到对、做到好、做到满，你自然就能够赚饱饱。跟着幸运星女神，我们一起来买赚赚、连环赚、开心赚、double 赚。幸运星女神给您加倍的会期、加倍的服务，让您
享受加倍的幸福与财富。弯腰捡黄金 Double 赚超值优惠企划案02-6630-3237，今天特别限时限量为好朋友们您来做开放，02-6630-3237，6630-3237，这真的是难得的好机会。幸运星女神哈，上个礼拜就已经预告，接下来我们赚钱的速度将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因为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大沙盘，一个大震荡，洗得很干净，大破坏之后的大建设，这个重建，这个建设会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好赚。要怎么赚？我们不只是赚金山、赚银山，你要把整座宝山、整座宝库全部通通搬回家。02-6630-3237，就要像我们的会员好朋友今天一样，能够开心现买现大赚，紧接着下来会赚更凶、赚更大。要怎么赚？如何弯腰捡黄金？跟上女神脚步就对喽。02-6630-3237，弯腰捡黄金 ，Double 赚超值优惠企划案，02-6630-3237。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精彩节目开始喽！广告过，欢迎听众朋友持续回到节目现场。幸运星女神要带着大家进入宝山，我们看到了金山，看到了银山，看到了那个闪闪耀眼的光芒。什么光？那个亮光光的，这个光哇，亮灯涨停；那个光亮灯涨停，哇，真的到处都是那个金光闪闪的光呢！我都看到那个 money money 的光了呢！哎呦，老师不止带大家玩游戏，游戏女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哈。这从一开始我认识幸运星女神，我就知道老师爱玩游戏，老师就是游戏女王。然后呢，后来我发现哇，幸运星女神更是貔貅仙女，带着大家哈赚钱赚的只进不出。然后后来又发现趋势女神趋势抓的可准的呢。然后又发现哇，飙股女神更是不得了，飙起来是凶猛又有力啦。啊，这一次我又感觉到阿里巴巴女神哈，她有趋光性，看到哪里有光就往有光的地方走。哦，老师，你今天第一时间就看到光了，因为我们正面能量充足。是，所以感应就很强。金银财宝的光已经开始亮光光了，你们还感觉不到吗？那个阿里巴巴这种忠实户回来了。阿里巴巴忠实户为什么要回来呢？因为芝麻要开门啦。是，有金银财宝，他干嘛不回来呢？对不对？那你有没有发现，从上礼拜我跟你说，这个盘已经开始筑底了，人工盘。有，你们有没有发现控盘者的企图心非常的强烈？是啊，对。然后强烈了一整周，上礼拜都在。筑底期，我有没有跟你说，你千万不要追高，也不要去杀低，底部差不多了，给他一点时间，对不对？给控盘者一个机会嘛。那你们发现企图心这么强的控盘者一来了之后，有钱的味道，有金银财宝的味道，阿里巴巴就来啦，还露出了一点光嘞。是啊，就露出了金银珠宝光。对，那我当然带着会员弯腰捡黄金，捡些什么呢？捡就要捡什么，你知道吗？闪闪耀眼的，砍到见骨的，小个短腕，心结个厚，那就是光学族群。你有没有发现整个光学族群跌幅甚深？真的，但它筹码没那么乱。你看被动元件、矽晶元，基本上你们也不要去砍了。公斤的啦，黑马你启动五力气，但是哈，当时被叫万灾，但是再跌也有限了，因为人家真的也跌得蛮惨的，从1300跌到300多，别再砍啦。1300叫你卖的呀，对不对？那些人1300叫你接到300多，叫你去放空，那你觉得谁对呢？谁说的是真话？我就跟你说，全市场姐姐，我讲的是真话，因为我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啊。好事。你要不要来找我啊？我就是这样子说啊，我的节目就是真正好的投资理财节目。是，您乖乖听话的话，我告诉你，现在还是吃香的喝辣的，真的，你绝对不会损失到一毛钱，对不对？没错，现在可以满手现金，跟着阿里巴巴去弯腰捡黄金。对啊，好，那我们把宝藏门一打开，发现今天光啊，3441的联宁光，叮咚涨停板；3662的先进光，叮咚亮灯涨停；6209的金国光今天大涨；3455的油田也大涨，为什么？好，先从联光开始讲，好啊，我们就照顺序哈。好，那我的股票不需要任何人来抬轿，你有没有发现？对不对？来，我跟大家讲哈，你看哈，这个3441的联益光，它做的是什么？它做的是光学玻璃、光学镜头，还有所谓的仪器制造加工，听清楚，它还有做仪器的制造加工，它不是只有做镜头而已。那它的这个线型比较特别，它跌得很深，然后有做打底，
而且补了缺口，那跌这么深，66跌到21块左右，你说你在这里放空真的很奇怪，人家也是一个好公司啊，对不对？那有没有人来给他伸张正义？当然就有啦。那你看齁，还有光学族群的谁？先进光。我们讲齁，除了大力光啊，除了我们讲的这个叫做郁金光，郁金光筹码太乱了，我们就不理他齁。欸，我没有说郁金光那个要去空它的意思啊，你不要乱想哈。我是说就这光来讲，我看好的是这三档小而美的。好，我们看3362的先进光。先进光基本上它也是我们讲跌升73跌到35。然后呢做一个底反弹。今天有没有量涨停？有。有啊。那先进光里面是业绩最好的，所以它50几块。基本上它做的是光学镜片加工制造。那第一季 EPS 0.36， 第二季的 EPS 0.51， 那基本上业绩已经算是最好，小光学族群里面最好的。那第三档叫做6209的金国光。金国光算生意最不好的，过去生意最不好，因为以前做传统相机的数位相机的那个不行，后来他转型到车用，又转型到日系电玩。这个日系是指哪一个呢？ S 牌。哦，我知道。Sony 的。Sony 的齁。那他跟做的东西跟先进光一样，只是说金国光他的生意比较没有那么好。那所以你看金国光的涨幅没有先进光好，而且金国光的价格大概也只有这个先进光的一半。合理合理合理。那最重要的是还有一档3455的油田。它呢比较特别，它是光学检测，自动光学检测系统。大家要知道齁，检测的话不能用眼睛咯，现在都是用自动检测系统。那自动检测系统大家要留意哦，除了光学检测之外，还要检测什么？ COF 检测。大家记得易华电吗？易华电做的就是窄边框。你知道吗？未来你看到的所有手机都是窄边框。窄边框的检测仪也是他们，最近订单接到爆。所以呢你看今天3455的油田也发作了，包括6147再送大家一档奇邦。他也是做 COF 的哦，这个窄边框的哦。他做的是苹果的，他还没涨。那你发现没有非屏的就是6552的易华电，过去我们的老菜飙翻了的那一档。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些基本面，我听到算你好气了，真的，你有快乐不？了解啦，感谢老师。阿里巴巴芝麻准备开门了，所以呢，今天老师特别为有缘的好朋友再度开放一天，好哦，我们的弯腰捡黄金 double 赚超级优惠，超级优惠计划案，请大家务必跟上老师的脚步，第一时间跟着来买赚赚，开心赚，连环赚，太好了啊！要怎么赚？跟着女神的脚步一起来赚就对喽。在这里要再次感谢华冠投顾超级幸运星林信荣林副总提供给投资朋友的资讯，感谢林老师，谢谢陈真，谢谢全国的投资朋友，不要忘了幸运之星在华冠，荣华富贵跟着来。老师祝全国的投资朋友明天操作顺利哦，谢谢。嘿，别走开，还有好听的广。02-6630-3237 6630-3237，财神仙女来给你扣扣扣了，要打开那财富大门，带着你一起来搬金山搬银山，带着你大赚里面的黄金钻石。02-6630-3237，现在正是钻进黄金钻石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好时机，幸运星女神带着你一起来弯腰捡黄金，给您 double 赚，让您赚 double 超值优惠企划案02-6630-3237，幸运星女神一句话，给您加倍的汇齐，加倍的服务，让您赚进加倍的幸福与财富，限时限量为您做开放，弯腰捡黄金 double 赚超值优惠企划案02-6630-3237 6630-3237，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